春天的第三个礼拜五，我决定离开这个世界。我在火山下挖了一个坟墓，然后躺了进去。遗憾的是，临终前一刻，没有牧师为我祷告，也听不到亲朋好友的啜泣，只有远处的死火山能见证我的死亡。我想，大概死后也不会有人记得我。我的存在和火山旁的飞鸟毫无差别。我真是太孤独了。关键是，谁给我填土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他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。果然，没有人愿意帮我。春天的第三个礼拜五，降雨几率未知。从东边吹来的季风，使空气中弥漫着草香，
我躺在火山下惬意的睡午觉，夏天就要到了，我想永远定格在这个屋。